那你先不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基隆市议员张之豪。最近我收到很多的朋友来讯，问我们基隆市有一个叫做天天鲜的家人排骨饭，要怎么去？每一个讯息一个一个回，真的有点。所以我就决定做一次带大家去，这样子大家就知道怎么去了。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孝山路跟中山路的路口，后沙楼跟中沙楼啦。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路口，因为这是一个单行道，所以我们沿着孝山路的单行道往海洋的方向走，然后排骨饭就会在我们右手边的一个巷子里，所以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走。刚那是第一条巷子，不是？这就是后沙喽，42巷，上面就有写哈，在这边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排队算短的，没有很多人。如果是假日的话，大概可以排到巷子口。甚至更多都有。蔡英文总统任内守住国门，传统猪瘟、非洲猪瘟口蹄疫三大瘟疫陆续拔针，台湾猪品质保证，赞！您最近是真穷，你知道吗？无啦，这种我嘛唔知咧，尽量去，所以说出去八十门出门，都介绍介绍，介绍介绍，家来拢好唔知啊。嘿啊，啊就好食，啊就好到小火。有食呀，有食嘛，可能有食。在迄度啦。啊，这款来是本来就是啊，实在的。蛋先不用。我们叫了两个家人排骨，结果多了一份排骨，谢谢老板。咱后沙都出名的天天鲜家人排骨饭，看得出来非常的鲜美的样子。那我们就开始吃吧，いただきます。